最怀念的一句话还是三师弟的：大师兄，师父和二师兄都被妖怪抓走了。这个猴的岁数可能不高啊，这个猴应该只有个十几岁。瑞文 D A 平 A 往草丛里进，给我交闪，好闪现。怎么老有人掉线儿呢？压了，差了一个刀，要不然我还可以买个小药，差了一瓶药啊。屏幕上的这个猴多少岁？十八。先来查个眼儿，看看有没有人。不过开眼吧，查眼儿其实也没啥用。我的炮车呀！你为什么跟我打兄弟？是因为你有点盐吗？有点盐你不早耗啊？去修炼个几年，再来招俺老孙吧。这边有炮车吧？回家了。看有人叫我猴哥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家人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好疼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这后脑勺这个包啊。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，我看还有人在那不会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就是卖饼干买血瓶是什么意思呢？一看呢，他数学就是不是很好，你知道吗？我能推断出来你的这个学习成绩不咋地，你看我厉害不？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，你一个饼干把它卖了，买了一个血瓶，血瓶能回150点血，你饼干回复已损失10%的生命值，能回多少？我就算你剩一滴血，你也就回个80-90，对不对？数学不行啊。既来之，则安。成绩好有几个看得出来，你净放屁！我那后边那书那都是俺们直播间那些兄弟给送的啊。
那都是斯坦福的呀，哈佛的呀，那个清华北大的呀，复旦的，这都有。不信你问问有没有，肯定有，那都有。他多少钱三星？挺贵呀，叫索尔回城。嗯，吃饼干，啥吧溜？哎呀呀，踩不着还好啊，没技能了吧？别。哎，他为啥跑的比我快呀？哎，他为啥365，我370，感觉他跑的比我快呀？为啥呀？俺俩的行进速度不一样啊！我厕所回城居然被发现了，不可思议。河道加速了，好像是吧？他点的水上行走啊，不能啊！我看他有加移动速度，说明什么呢？他365，他点灵光披风肯定点一个超严的，他怎么可能点别的呢？我为啥回头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乐意，不行吗？我就乐意回头，怎么的呢？你说什么时候回头？在塔下呀，塔下他 E 马上好了，我回不回头我都死，我还不如敲他一下呢。布甲鞋加布甲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我操，你是真敢用啊，兄弟！啊，你是真敢用技能啊！我发现真肉啊，那 Q 打没掉血，哎呀真肉啊，这俩布甲是真肉啊。嗯，亏了，不亏，亏什么？我没有打塔，只是没 Q 死。我没有 Q 塔，我就是没 Q 死他，他剩一丝儿血，他正好剩了一丝儿血。好像有点厉害啊！中路这是要掉了吗？不用管，打人不掉血，出一身破烂。凯隐来就先杀凯隐，凯隐没来就跟他打。你是靠假猴点盐吗？没有。哎，真猴点盐吗？那怎么感觉那点盐没咋掉血？别的不说，这波二塔我必须得给他拆了，而且这波凯隐应该是没在的，
他也没在，其他人全部带走，我们把兵线一收，嗯，回家了。铁板鞋，小龙，把小龙拿了。哎呀，我们家有个大嘴儿，这是蜂蜜大嘴儿吗？这个哈巴狗，哈巴狗。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，没有蜜蜂还玩大嘴儿。不知道对面这波小龙来不来团啊？可以团，可以团啊，可以来，可以来，让对面赶紧过来。对了，好嘞，我看他亚索怎么的？影流之镰又想做什么？你见着我没有一个人是不跑的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我也就没想杀那亚索，我要想杀他，我闪现直接把他杀了。说为什么狂妄？还有这亚索，给我杀了！为什么狂？为什么？谁允许你狂了？干啥呢？好扎！那扎黄鸡，那打人掉血吗？那文哥，这是想干什么？这连打都没打着我，这人连碰都没碰着我一下就要上。我可吓死了，快点把中塔给我拔了，给我吓坏了。人还是有点多的啊，走位。哎，来了吧。给我红来，没有红的我们回血不够，回家。哎，也可以不回家，不行杀只亚索吧，来一条亚索来后门。别的我不想知道，我就想知道中塔我能不能拔。那瑞文干啥呢？偷袭，长不长？把你天灵盖给你敲了。再猜，没事。没关系，看见亚索那一瞬间走就行了，跟蓝圈说一下往左边走，撤到左边。挺吓人的，我走了啊，我已经4000块钱了。下把我想玩一把上单波比，行不行？俺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。
行就行，积木不行，那积木容易被人欺负，不行。把峡谷打了。哪种形态的歌比炮形态歌比锤形态最近不怎么玩了，锤形态的有的时候还都带不太动，上路推，这个蛤蟆咱是肯定不拿你的啊，上路推也可以，来吧。你也用不着用大招清兵，大招清兵属实是有点多此一举啊！这电耗子为啥没杀呢？万一个抠，往哪走？还往泉水里边跑？你不赶紧往右边跑，还往泉水里头跑？对面怎么不回家了？他们家给我拆了。蓝枪拆一会儿，我歇一会儿。你打蓝枪，蓝枪人拆家呢？啊，打蓝枪啊！快点，这蓝枪再来一下子。嘿，我来个五十。